它石河发源于天山山脉，一路蜿蜒至新疆伊宁县敦麻扎附近。奔腾的河水被一座堤坝拦腰截住。这里是喀什河龙口遗址所在地，历史上的阿奇乌苏大渠以此为起点向西延伸，灌溉沿线十数万亩土地。阿奇乌苏大渠即为如今的人民渠。因喀什河水入阿奇乌苏大渠的龙口工程渠首段长约6公里，是由清代名臣林则徐捐资成修的，这条渠也因此被称为林公渠。林则徐，福建侯官县人，清朝时期的政治家、思想家和诗人，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，虎门硝烟运动的主导者。公元1840年，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，清朝政府战败后，屈服于各方压力，将主张禁烟的林则徐革去官职，发配新疆伊犁效力赎罪。公元1842年底，林则徐抵达伊犁会远城，受伊犁将军布烟泰所请，管理粮饷，办理屯垦水利相关事宜。据清宣宗实录记载，至第二年秋，林则徐协助布烟泰在会远城东三棵树及阿勒卜斯，共垦出荒地194350亩，安置汉族、维吾尔族农户逾千户。道光皇帝见屯垦成效喜人，即御示新疆当以开垦为第一要务。此外，及各城地方如有矿地可以招垦者，仍着该将军等详细视察，一律奏办，凡有成效者必当量加鼓励。公元1844年4月，布彦泰筹备重垦阿奇乌苏废地，需另辟水源从喀什河开渠引水。林则徐亲自设计督修施工难度最大的龙口渠首部分，率领民夫挖石取土，建坝筑堤，历时4个多月，用工10万有零，修出6里渠首，一律完竣，维系十分坚固。大渠全通后，使阿奇乌苏近20万亩荒地得到开垦灌溉，屯田收到显著效果。公元1845年，林则徐奉旨前赴阿克苏、乌什、和田、库车周历勘荒，了解垦地的实际情况，为清朝政府制定南疆垦荒政策提供依据。在南疆及吐鲁番、哈密大半年时间里，林则徐行程1万多公里，屡勘荒地70余万亩，所到之处兴修水利、开荒屯田，赢得各族人民爱戴。据《新疆图志》记载，林文忠公折树伊犁，在吐鲁番提倡坎儿井，其地为火州，亘古无雨泽，文忠命于高原掘井而为沟，导井以灌田。在他的推动下，吐鲁番等地争相增挖井渠，遂便赤地为沃壤，迄今坎井鳞次，历赖无穷焉。为纪念林则徐推广坎儿井之功，当地群众将坎儿井称为林公井。林则徐在南疆勘田时，见多地植棉，但纺纱技术落后，便将内地新的纺纱技术推广至新疆。枭雄《西疆杂树诗》中载，吐鲁番之盛行纺织，文始于林文忠公教化，并有所传纺车，皆呼为林公车。
公元1845年底，林则徐结束蛰戍新疆的生涯，奉御回京。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这是林则徐蛰戍新疆途中，在西安与妻子临别时写下的激励诗句。在新疆的三年间，林则徐以豁达的襟怀和乐观的态度面对困境，积极屡勘荒地，兴修水利，造福了新疆各族人民。他的精神与事迹至今仍为人们所感念传颂。